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那我们现在可以开会哈，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14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5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洪远生汉等16人，主席曾文明中。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程。一审报告事项均照一审草案便列通过，各党团政内部分共43案照列。一审讨论事项便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提案通过，共9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共5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规定2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必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规定，共23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议事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好，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24日星期五、28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赖会员等凝聚枪棒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四委员陈明温等凝聚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委员江永昌等凝聚海关进口税则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六至七委员庄敬诚等凝聚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委员杨琼英等凝聚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九委员廖婉如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三委员廖国栋等凝聚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传染病防治法、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郑丽文等凝聚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五至十九王定宇等凝聚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护照条例3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二十至二十二委员郑运鹏等凝聚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委员黄国书等凝聚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五至二六委员审发会等凝聚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废止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组织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海洋巡防总局组织条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组织条例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各地区巡防局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二七至三十委员陈雪生等凝聚离岛建设条例2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线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陈秀宝等凝聚公共电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二至三六委员张廖万千等凝聚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七至四一委员钟嘉宾等凝聚保全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农会法、渔会法、动物保护法、零售市场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二至十五委员赵天一等凝聚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国家安全法、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营业秘密法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四六委员邱玉莹等凝聚专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七至四八委员蔡世应等凝聚妨碍兵役治罪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扶持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四九至五零委员陈玉珍等凝聚中小企业发展条例2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一委员刘兆豪等凝聚海关进口税则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二委员吕玉玲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三委员叶玉兰等凝聚政党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五四委员吴玉琴等凝聚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五至五六委员陈英等凝聚原住民身份法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57-60委员林义锦等凝聚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61-62委员郑天才等凝聚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63委员苏志芬等凝聚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64委员林黛桦等凝聚消防设备能源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65-66委员赖品妤等凝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废止国护林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67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括号台湾括号政府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交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会审查。68-236行政院交通部内政部法务部运安会经济部农委会国防部国安局环保署卫福部教育部陆委会金管会财政部通传会劳动部中央银行退伍会公平会云能会侨委会人事行政总处海委会审计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237-23故宫博物院科技部农委会陆委会环保署等函未预算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244-250外交及国防教育及文化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函未院会交付事项业已处理完竣请查照案。251-254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照案。252-54处汇报各党团推举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七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3委员张廖万坚等凝聚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商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46委员钟嘉宾等凝聚农民健康保险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考试院组织法考试院职权行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9委员吴立华等凝聚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原住民身份法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0委员刘建国等凝聚农民退休除境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1委员许淑华等凝聚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2-13委员谢依凤等凝聚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11-15委员林思明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6-18委员江启臣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19-25经济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海岸管理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遗产及赠与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工会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废止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实在力量党团提议增列26-28能源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税捐稽征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第17案到19案，因为委员来函撤回，所以我们予以删除。那么议程草案报告事项执行事项，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那如果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就来登记。好。讨论事项：1-5案运会通过。第6案，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7，请本月做成决议，政府应立即发行更改我国护照封面及个人资料页国名为台湾之新版护照行公决案。8，建请依据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三条之规定，于本会期完成修宪委员会组成行公决案。9，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交通部应积极推动短中长期之华航证明行公决案。议事处增列10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109年度预算书案。11兵役法条文修正案。12兵役法条文修正案。13兵役法施行法条文修正案。14志愿士兵服役条例条文修正案。15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条文修正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第一位，我们请林委员楚英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程序如下表十三案，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宣读一下哈。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表十三案：一、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审查及总报告案；二、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修正案；三、税捐稽征法修正案；四、兵役法修正案；五、兵役法条文修正案；六、兵役法施行法修正案；七、志愿士兵服役条例修正案；八、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九、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案；十、财团法人义勇消防人员安全记住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案；十一、以本院委员陈伯威等人建请本院做成决议，政府应立即发行更改我国护照封面及个人资料页面国名为台湾之新版护照，请公决案。二、民进党党团建请做成决议，行政部门应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护照之台湾识别度研提具体做法，请公决案。十二、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本院做成决议，交通部应积极推动短中长期之华航证明，请公决案。二、民进党党团建请做成决议，交通部应积极研提强化华航之国际识别等相关政策，以避免与中国籍航空公司混淆之厂东短中长期措施，行公决案。十三、本院民进党党团要求本院应于本会期完成修宪文会之组成，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发言完毕，那也宣读完好，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请问对林楚英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没有了哈，好，我们没有异议就通过哈，讨论事项修正通过。那我们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好，那就散会。好。